饭，你准备有舅舅了吗？我当然准备好了啦，今天一定会很有趣。那我们出发吧。你好，露菲娜。你们的假期过怎么样？非常之气。所以朋友们，这个海滩的日料真的很美，海水也很蓝。奇怪，这个地方很熟，很多人的欢迎。哇，好的好的。如果你想去旅社和宗教的地方，你可以去登香尼拉塔，因为在这边你能睡到雕像的旅社。然后别忘了去乌鲁瓦图神庙参观和其他宗教的地方。哇，我好期待想去那里参观。对呀、啊，谢谢你，鲁菲娜。哎呀，我好饿。我也是。哎，那里有一间餐厅，走吧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这里有什么好吃的？这是泰国餐厅。泰国餐厅，你们一定要试试看冬阴和盖后白腿。盖后白腿？是的，如果你们想吃印尼菜，可以去马祖那边的高级，真的很好吃。但如果你们想要吃西方菜，可以去 El Cabron， 他们有卖大大牛肉。啊，谢谢你，美女。哎呀，我很累。对呀，我也是很困。请问你了解这个地方吗？哦，我挺了解，因为我在这里住了有一段时间了。哇，那你知道这些地方有什么好的去处吗？哦，是的是的，这地方呢有一家豪华酒店，位于石灰岩悬崖顶上，叫 Six Sense。然后还有 Brasana by Argeny Resorts，看起来没那么复杂，但很现代风格，非常宽敞。然后还有一家 Four Points by Sheraton， 离园区很近。所有这个地方每晚大约的花费从500元到2000元。好便宜啊！谢谢你，美女。